我们现在来到耶路撒冷城墙国家公园，就是古时大卫城的地方。在这个国家公园的东北角是大卫城东边的城墙遗址，就在这里发现了一段在波斯时代建造的城墙。这段长约30米的城墙发掘后经过考古学家考证，才在2007年宣布确认是尼希米所修造的，所以我们相信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住了3日，很可能就是先用一些时间了解城墙的情况，制定重建城墙的方案。当夜我出了古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尼希米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领导人，他知道修建城墙是神给他的使命。乙六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当人们提到尼希米的时候，通常想到的是他带领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尼希米记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讲尼希米如何重建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这样我洁净他们，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可见重建城墙固然非常重要，但是重建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是尼希米真正的目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3次归回耶路撒冷的历史就是前车之鉴。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2卷书其中都用了很多的篇幅记下了这群回归的以色列人的名字，让我们看见神看重他们是爱神的一群人，他们肯舍弃在被掳之地既有的安逸生活，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和神一起的生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教导我们要立志遵行神的话，来回应神救赎的恩典。